是这么高，我真的能行吗？你要相信自己。没错，蓝妮妮，你可以的，加油。原来滑雪这么简单。蓝妮妮，摔疼了没有？没事，别忘了我是石头做的。恭喜你完好无损，那就继续实现你的梦想吧。嗯，我出发了。蓝妮妮，挑战来了，要快速躲开前面的小树，压低重心，身体保持45度倾斜，一左一右就可以避开小树。别怕，躲过了第一棵你就有经验了，加油。好嘞。蓝妮妮加油，马上就要成功啦。滑得真棒。瞧我的。糟了，是雪崩。在这里一定会被雪埋掉，必须去峡谷对面，雪落不到那边。那我们赶紧带着蓝妮妮飞过去。快。怎么办？我们根本带不动蓝妮妮。你们看，那块石头形状可以帮我跳过峡谷。可是你没有滑雪杖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不需要滑雪杖了，我从高处冲下去，利用冲力就可以飞越峡谷。可以试试看。再往左边一点。好，跳。快加速，蓝妮妮，用惯性的力量飞过去。只要你落到对面就安全了。拼了。高山滑雪的梦想，你太棒了。还跨过了那么大的峡谷，实在是太勇敢了。也谢谢你们陪我一起完成梦想。